是迄个月升新推出，哦，3.4的迄个替换式水泥砖吼，嘛有六角柄的，即马来落这个砖啊吼，即马就是讲要落这個，第一这是高张力螺丝，哦，这是迄个铁板牙螺丝，哦，我先来试铁板牙螺丝，我即马这个坑落去了，哦。这空落来，提起来换这个这，我直接个锁铁板牙。咱会惊讲吼，伊这螺丝是不是会腐去？我再个锁安尼起来，用这个片子甲扭，你甲看，扭袂起来，哦，扭袂起来，伊袂松脱，袂落起来，吼、哦，这个嘛袂作硬的，作硬的，吼、哦。另外，即马佫过来锁高张力螺丝。哦，高张力螺丝。同款，我这边说这个是迄个印记字的，哦。伊袂断，你来看哦，安尼扭，同款扭袂起来。吼、哦，这嘛同款。为什么我安尼做这比较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来你甲看，我用这个大家讲，铁板牙螺丝这是幼牙，高张力螺丝这是粗牙，一个幼牙甲粗牙差异。用3.4的落这都无问题啊。啊，你甲想用高张力更加无问题，但是若要用到高张力，伊的拉力会搁较好。这个头袂因为安尼落的时阵去扭断转断去，安尼月升呢？黑熊推出的产品，就是领先趋势，赞！